朋友，提示认识了至少八年以上，提示从我是素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好，提示他唱歌吓死人，提示是一个美男子，但是嘴巴很坏，没错，他就是大 Q 秉洛。为什么今天要提到这个人？因为接下来的事情，拜托纸跟笔拿一下记下来，还有手机的警示力也打开。1月20号，2018年的1月20号，他即将在西门河岸留言，晚上7点半会举办他的出道十年以来一个非常非常意义重大、非常重要的青鸟演唱会。一路这样子彼此扶持，我看着他真的是为了梦想一直的努力，并且他真的是很有想法的人，请大家拜托那天一定要去支持他好吗？他真的很努力，也很辛苦，也真的很帅。